Google Family， 我已经不知道现在在哪里了，这里完全没有人，有人吗？ Anybody around？ Good morning， Google Family， 早安。如果你看得出来的话，我衣服没有换，因为我还没有洗澡。现在是早上6:03，我刚编辑完，还要半个小时才会上传完。这里的网络实在是比较慢一点，而且今晚编辑了好久。大家好，我是傅冠杰，欢迎来到 Full Love。 我现在正在考虑要去睡觉还是去看一下日出，因为都已经6点了。我刚才在 Instagram 上问，看一下你们怎么回答，83%说去看日出。好吧， Full Love Family 带你们去看日出咯。 Are you ready? Let's go!All right， 我现在出来外面，但是云很多，完全不知道太阳是哪一个方向。你们看，是不是好大一块云？那边也是好大一块云。早早看哦，天越来越亮了，完全没有看到太阳的影子。我现在人正在 Randall Town 沙巴这边，马来西亚。你们有来过吗？给你们参观一下好了。噔噔噔噔，现在完全没有人，因为大家都在睡觉。日出啊，日出，你在哪里？结果我的房间就看得到太阳了。太阳找到啦，就在我的房间外面。好的好的 ，Full Family， 那我要睡觉，影片差不多上传好了。Good night， 今天可能是晚一点出发。哦，今天的影片可能需要一个休息日，我不确定，因为这边很多活动都是白天而已，但是我怕我睡太久。睡醒再说吧。早安早安，充电宝了，出来了。现在到你来 Mount Kinabalu， 这里好像有一个什么 Liwagu Trail， 感觉像在探险一样，带你们进去。Let's go, let's go！ 这是我第一次在马来西亚用雨伞吧？我看这边人很少在用雨伞。哦 ，Check out this trail， 应该是往这里吧？我也不知道。Let's go, let's go！ Full of family， 你们有来过 Kinabalu Park 吗？是应该走这里吗？这里完全没有人带，所以不知道呢。但是看起来就是一个 path。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大森林，呐呐呐呐呐呐 ，George of the Jungle，Watch out for that tree。我现在就感觉我在那个 Discovery Channel 里面 ，And there was a man in this jungle walking all around， and a tree to the left。It has， 哎呀，卡住了，卡住了，一点都没有那个 feel。所以这里到底是要看什么呢？呐呐呐呐呐呐。我怎么会来到这里？我刚才不是在睡好觉吗？呼 ，Stetson 7，这应该是什么厉害的树？对不起，我对于树完全没有了解，所以没有办法给你们解释。好了，放一点音乐给你们享受一下，看到精彩的东西再跟你们说。Google Family， 我已经不知道现在在哪里了，这里完全没有人，有人吗？ Anybody around？ Oh my gosh， 这里真的是郊外呢， crazy crazy， 但是我在这旁边找到一个小瀑布， check it out， 好天然哦，一定超凉快。我觉得这里面没有什么东西了，我们只好变到下一个地方了。Let's go。
在来到了 Desa Farm， 这里好像有卖新鲜牛奶跟 frozen yogurt。噔噔噔噔，你们有来过吗 ？Desa Gelato。刚才在外面有看到很多牛，所以这里应该是很新鲜。I like the yogurt gelato。噔噔噔噔 ，Looks good。我觉得啊，都已经来到农场，应该要在农场上吃，对不对？看一下这附近找不到找到牛。配一个新鲜的 谢谢你的牛奶。你们有没有这样子体验过？就是边看着牛，边吃 yogurt， 牛奶新鲜的。That is good。我很喜欢吃 yogurt， 因为是酸酸的，不会太甜。Welcome to Desa Farm for the family。这里很天然，就是我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 field。然后就很宽，而且又看到很多 happy cows， 他们都没有被绑住，就是自由的想走下来就走下来，然后想休息就休息，所以他们的牛奶跟他们的 yogurt 特别好吃，等一下再试试看。哎、hey, ，来了来了，你要不要加入 Full of Family？ Y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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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m， 好多牛牛，跟他们 cheers 一下吧 ，cheers。超新鲜的，看着牛，喝着牛奶 ，Oh my god！ 来到了大自然了，这里完全没有人可以好好的享受。你看那么多草地 ，and mountains， 找个好地方 and just enjoy。哇哇哇！下雨天要帮你们拍精彩的东西，实在也是有一点困难，到处都湿湿的。这里有一个小的 market， 在 Kunda 上，那里听起来超热闹的。OK， 应该听不到我，但是他要邀请我吃东西。真的好感动，好，来到这里也是这么亲切，都快哭了，太开心，谢谢，等一下再跟你们说好了，先吃东西。就是这样叫 ，All right， 下一站见。嗨嗨，现在来到了晚上 ，Renault Town 好像都蛮早关的。你看旁边的店，所有的都是关的，关的，关的。现在大概是8点多吧。刚才太累了，因为昨天太晚睡，睡了一个觉。那现在在找看晚餐可以吃什么，可是好像都没有开 ，Everything's closed。而且想跟你们讲一个东西 ，maybe too much information， 但我想说跟你分享一下。我不知道是今天下午吃的那些青菜，还是因为喝了太多牛奶，我开始拉肚子。So， 出来外面还是要注意一下卫生，就是不是什么东西肚子都一定能适应。But I think it's okay， 没有到很不舒服啊。所以今天的晚餐可能要找看有没有干净一点。其实我还蛮想再去吃那个咖喱的，
可是我想说试试看别的，带你们看看 Renal Town 还有什么可以吃的。All right, full of family， 点好了。他们最小份的就是五个 piece， so 我就点了五个 piece， 然后点了他一个小 wrap， 还有他有一个蘑菇汤，感觉也蛮特别的。我很少吃 KFC 啊， but that looks delicious。炸鸡五块，然后 wrap， 还有一个汤。这个我没有点，我不知道是什么，可能是餐点送的吧。你们有吃过马来西亚的 KFC 吗？Actually, Renal Town 的 KFC 吗？好香好香 ，looks so crispy。我咬近一点，应该听得到那个 crunchiness。嗯，哦，我大概有几年没有吃 KFC 了。好吃。再喝喝看那个汤，它里面有玉米炸鸡，然后是蘑菇汤。很像，甜甜的，然后蘑菇是在汤里面的香。这个鸡肉也不错，有点像盐酥鸡，但是是泡在汤里面，应该也是炸过的。我希望我今天这样有帮你们 capture 到一点点的 Renal Town 跟 Kudasang 的感觉。Kudasang 就是比较观光区，就是有那个 vegetable 那个地方，我觉得那里的人真的好热情。今天我只是在那边录旁边的东西，然后跟大家打招呼，就有那个 Jimmy White， 他把我拉过去，他说来这边一起吃饭，然后他介绍他的朋友们给我，然后我们一起唱卡拉 OK， 然后一起吃饭。我觉得真的好热情， This is the best part。 我常在说，如果你有看我其他影片的话，我最喜欢跑到各地各国认识当地的人。很多人也说我越来越像马来西亚的原住民，我想 yeah， 我就入境随俗，反正就在这边就是会晒到太阳嘛，那我就是晒太阳。 And I think it's okay， it's really a joy。 当然我今天吃 KFC 不算是当地菜， but still good， 还是有它当地的味道。我来分享一下我的感受好，你们如果有看我第一集的话，我现在正在做180天的挑战嘛，所以每天尝试不一样的东西。今天的尝试就是外面下大雨。其实我早上睡觉前，因为我昨天蛮晚睡的，我那时候其实有想说今天就休息了，就是拍很简单的就不出去，因为我编辑到很晚，然后就觉得隔天应该没体力。但是我一醒来那瞬间，我不知道哪里来的体力，我就想 OK， 出门出门出门，给你们拍精彩的影片。我自己想要体验生活，好像时间不够的一样，感觉一定要把握人生。 And 我就冲出去了， And 就算在下雨，我也是跑到那个森林里面，那里完全没有人，我就好像泰山一样在里面 Geo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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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jungle， watch out for that tree。 我觉得不管是 what kind of day， 就是人家说 Monday blues， 或者外面在下雨或者怎么样，还是可以 really enjoy it， embrace it。 我就下雨天，那我就好好享受那个雨的感觉，也蛮凉快的。 And then后来我就到那个 Desert Farm， 看到那些牛，在大自然的感觉真的很棒。那边就不是什么特别去玩的，它不是说有什么游乐园，它不是说有什么 rope course， 不是什么很刺激的东西，就是个大自然，一片大自然，给你坐在那里享受，喝着牛奶，看着牛，真的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 so fresh， 然后就吸收宇宙的能量。Yeah， 我觉得真正的 happiness 就是这么简单，不需要买到很多东西，小小的幸福，我觉得 is so priceless。 还有我前几天不是跟 Sunny 跟 Grace 他们吗，然后突然变成一个人，真的还蛮想他们的。因为我是习惯一个人旅行，可是你总很热闹，很多人大家在一起，但没有你一个人又重新开始的时候，是需要适应一下。但是像今天遇到 Jimmy White， 然后昨天去吃咖喱又遇到新的朋友，就会觉得说 Yeah， there's family everywhere， friends everywhere， 都是很多朋友在等着你去交。 And yeah， 我希望能把他们的 beauty， 把他们的文化，把他们的 love capture 下来给你们看，给你们看说其实 there's so much love everywhere。 好啦， full of family，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希望你们喜欢。
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看我的影片的话，欢迎现在订阅加入我们的 Full Love Family， 每天尝试生活，每天勇敢的做自己，因为你值得被爱。 So just be yourself, you're awesome。 我们明天见哦，记得按铃铛，拜。